世间解，无上士，疗愈丈夫，天人师，佛，世尊，实德具足。首菩萨又说道：世尊，如果我的愿望能够成就的话，当我顶礼佛足时，让这阎浮林内外都有占卜花从天而降。香首菩萨头面刚刚着地，他所期望的景象果真得以实现。香首菩萨说出一段偈颂：尊妙功德善去如起，如心所愿与沾普华，度脱无量一切众生，是诸善道令至无畏。香首菩萨听完佛陀说出的偈颂，心大欢喜，合掌起立，退到不远处坐了下来，继续听佛讲经说法。宝海梵志又如是启示十一王子：门前奴为了一切苍生发愿成佛。王子顶礼佛足之后，向佛陈述了他的想法。他的想法跟香首菩萨是一致的。说完之后，将自己珍藏已久的珍宝状供养给宝藏如来。宝藏如来如是赞道：善哉善哉，你以此宝状来供养我，是故给你命名为宝相。在未来之世，我亦恒河沙等阿僧底劫进入到第二恒河沙等阿僧底劫末后分之中，妙乐世界精华如来般涅槃后，正法灭已过三中劫。那妙乐世界转名为月圣世界。
章在那里成就佛位，号龙自在尊音王如来，引弓正遍知，明心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实德具足。那时候的世界，所有庄严程度与妙乐世界无二无别。宝相菩萨说道：世尊，如果我的愿望能够成就的话，当我顶礼佛足时，就让一切众生生大悲心，发无上菩提愿。宝相菩萨头面一着地，他所期望的现象都得以实现。宝藏如来为宝相菩萨说出一段偈颂：善意勤起，已于我前为诸众生善作大事，能大利益无量众生，令心无垢，是故来世得成为佛天人之尊。宝相菩萨听完佛陀的偈颂，心大欢喜，合掌起立，退到不远处继续听佛讲经说法。摩诃婆王子以及五百位王子向佛做出的陈述，都跟虚空印菩萨一模一样。宝藏如来也为他们做出了授记，都在同一时间段在他方世界成佛。由400位王子发出的誓愿，跟金刚智慧光明菩萨一模一样。宝藏如来也一一为他们授记，都将在同一时段在他方世界成就佛位。
由89位王子发出的誓愿，跟普贤菩萨一模一样。佛也分别做出了受记。那84000位文武大臣和92亿众生发出的誓愿大体相当，都要摄取庄严清净佛土，去成就佛位。宝藏如来也都为他们一一做出受记。未来世中都将在其他佛国功德圆满，成就佛位。如此多的菩萨们发愿结束后，随后出城的宝海范志一家人，宝海范志有80个儿子，宝藏如来就是他们的兄长。宝海梵志对他的长子海帝尊说道：你当发愿摄取微妙清净佛土，成就佛位。海帝尊说道：父亲，您先来吧。宝海范志说道：我今天最后一个发愿。海帝尊请教他父亲说道：那么您建议我是摄取净土呢，还是不净土呢？宝海梵志如是说：有菩萨为了成就大悲，才会去摄取不清净的世界，去教化众生。为什么呢？那是为了调伏众生之心灵之垢的缘故。这样的事情，你自己抓住一把。